Ja. Mit Rohr.妖姬应该是不可能上单的，反正对面这把有补位，妖姬上单，什么意思呀？不会南妈上单吧？真的，真离谱呀！南妈上单有什么用啊？带个这老鼠还被带传送。 OK，小躲个技能。哎，我们光辉怎么不买辅助装呀？我们这边也抽象。 那号，那号。啥？你也别想走我。想看戏法吗？ 这个准备怎么说？还可以吧？走不掉了呀，哥们，走不掉了。他们下路过来了。 挂了个假点呢，妖姬好像没闪，追一手，追一手，追一手，打，啊，打到底。 极不极限，各位！但我这把等级有点低了，全是人头，兄弟们，全是人头，走吧，稳一手。 等级是比我高，快六级了。那这波出来，我这没吃线，亏了快两波线，差不多。
我血应该是有的，比他们中单翻译的也不差，买个一枪也不差的，我只能说，你买吗？ 直接秒，一百无法枪，遇到直接秒，各位，不跟他逼逼赖赖。这个开局怎么说，各位？ 还好我钱够了，下波再来拆吧。 今天上个电视怎么样？今天有情书任务，兄弟们，人上个电视怎么样？我早点上，早点抽，先开一个，开一个。哎，波奇的爱之烛火，波奇，你今天送那个多送那个普通的情书了，这个好像挺贵的吧？这个多少钱一个？今天情书有活动。 能出控风和那个五二零什么的，有活动。老巢逆转啦！ 鱼雷，一起来踩一下，一个 A W Q 拉开带走，帅，闪现拉开，你交闪我也交闪，怎么样？根本不亏，又能怎么样呢？想抓我呀？ 我靠，这妖姬好坏，还好我没带着回城啊，兄弟们！带着回城，他过来 ，W 过来一个简单 Q 一下我就死了，我这不有点聪明吗？喝口果汁。 怎么想到这里是什么？闪过墙了，你就抓嘛，哥们。完了，有位，哦，我操！辅助来摆烂了吗？辅助。
那谁过墙？我说实话，没看到。咱过墙没有敌人，问题不大。 不是很大，那两分钟我应该是能吃到，吃到这个，干谁干手。 没有人吧？两妈在。 有点会啊，好快的手。 Q 接的，这把能赢吗？你们觉得？怎么感觉有点逆风？下路有点炸呀。 喜欢狂，奶妈怎么在后面？喜欢游走，哟，开杀喽！不慌，我操，他的一个 WA 打了我4个血，兄弟们，不会吧？ 我感觉至少 WQ 打我4个血，这么痛啊！
看能不能把下塔给拆了。好硬啊，对面。还是我搞，因为逮着我搞呀，你要得打了我一千多血，辅助妖姬。哎，你有引魔刀？没超虫的话，我拆塔其实也有点慢的。哎，下了无声的热气球，今天运气还可以啊，出了个热气球。今天好像一个清水雨就会出一三一四，反正。给他踩一下，踩两个。想 A 一下 ，A 一下 ，A 一下，一起来找他炸，拉开。给他给 W 带走，开杀喽！打了所有技能，各位，打了所有技能。你说我吃这波线会不会死呢？应该不会，稍等起。巨仙在上吗？在线，在线给他们压力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刚才弹幕没人喷你啊，你这有点自作多情了，宝西，没人喷你。弹幕喷你，说实话，那些喷你的弹幕打得过你吗？你说对不对？喷你的弹幕有一个打得过你？他是假身，他过来 Q 一下他就走，看到没有？什么意思呢？我想问，什么意思呢？这能练到我的呀？我都有时候他这个练好奇怪呀。可以做呀，但做炉灯伤害没有之前炉灯高了。这一把一直让队友杀，除了一直全面摩坑，我先杀他队友，杀他其他的。天爵怎么死了？哎，他们不会开龙吧？
杀男枪，没秒掉，我是奶妈，没秒掉，有奶妈呀，兄弟们，关键一奶。 没大龙呢，又没了吗？直播间啊，我靠，第一把。这妖精，你看，他都喜欢没事找事，你们发现没有？过来。 E 一下 Q 一下的，又打不过我，我也是醉了，升装了，把帽子放第一位，待会山羊给我们打装备啊。 鱼雷，打到谁就杀谁吧，快点来给鱼雷，防止奶妈奶起来。起来，救一下，开，哎，杀了没开出来，我操！杀了没开出来，现在没打赢。 男枪装备就那样吧，我感觉。男枪装备就那样吧，他两个人扛不住。说实话，山羊十四级是不是可以打装备了？ 全盛时期，哦，加了50发强。啊，这个谁点投降了？
直接少个兄弟，这就。 先杀奶妈吧，一直带混杀，开沙漏，戳一下开沙漏，我们 W 戳出来了，压起身，正好这个 W 伤害被他影魔刀给挡了，嗯，你得会玩呀，这个起身压得很准。 可以换个影念，这个是。换个影念没问题。再买个药吧。 奶妈这么嚣张！我操，轮被抢了！来人呀，各位啊！我队友呢？他们这边有人，我不敢上。 打到龙得了，就和游泳一样。这个闪现。 拉开！哦，你这没闪，闪现杀呀！你闪现杀男枪呀！我靠，卖了卖了。 我准备好了。我这里没有眼。
带上。我拖住他们，不让他们推塔。拖住我一波了，不让他们走，不让他们走，一个男枪我直接秒。你们能不能杀个一人啊？有雷。我这个男。这么多人打个 EZ 打不死啊，破了一路高地，男生有影魔刀的，我不好秒他。秒，我知道这把小鹰我是不能回家的。这盐是谁放的？奶妈？啥你也不要想得了我。不好留呀，这是哈。一定没频道，开杀戮没频道，兄弟啊！这里应该是有眼的，龙能抢吗？大蓝枪我感觉可以抢。我想再买个药呀，买个药1070反伤80左右。直接一波怎么样？不买药了。现在能开一这就赢了。你大呢？哎，山羊什么意思呀？你不放阿段大。把线清了，走到这里了。
移速稍微有点慢了，萨南枪。 没技能了，来个大龙也行啊，怎么？能不能赢？我就问。大龙被妖姬 Q R 他们奶妈好恶心啊！一直在那奶血，拉出来，拉出来，拉出来！你能抢过男枪吗？来，那打吧。哦，拉出来没人拉，兄弟，真是大逆不道，服了。 对面中单都出半魔了，是人呀！对面中单帽子不出都半魔啊！快，我们走！半魔影魔刀，半魔影魔刀，女妖。 我还真是服了，好难杀呀！一跳就到你前面去了。偷个人怎么说？他 W 能看视野吗？ 也得干嘛，真的。 这里都有眼，我感觉。AD 没血了。
兄弟们，怎么上吗？我伤害，哎，难伤呀！杀！来，带走，兄弟们！我一定要勇敢一次，带领我的队友走向胜利，就用我手中引以为傲的鱼叉，让那些躲在黑暗中的邪恶力量都给我消失啊！怎么算？我操，这一波开团一四个无敌。